小男，为难阿骨打变作有大金国，阿骨打野心拔清兵侵入中原，中原龙烟四起，皆是妻离子散。赵邦昌是一个卖国求荣的少年，以勾结金帮为金帮的内应，隐瞒军情不报，电听表面平静，其实暗藏极大的危机。上爷。退出去。全是阵风阵败，来讨救兵一部，小花代志，大惊小怪啊！刘总，我做到遐尔只紧张，好像有代志你要甲我讲，你重要紧讲，无路用免讲遐多。代志是安尼啦，我为街道经过的时阵哦，百姓大拢对你议论纷纷，拢嘛在讲你的代志呢。哇，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啦！来酒店下要选你，你但听讲是要带咱百姓之中挑选了。啊，然后要一咱百姓内底选一个王位，啊，是开国以来头一个吗？是啊。后摆酒店啊，若是做了地君，就是皇帝啊！哎，皇后娘娘，岂不是咱百姓出身呢？迄无一定哦，殿下是排第九的，哎，顶头阁有八个皇兄，哎，干哪轮嘛无可能轮到伊做。如果酒店下伊做人真仁慈，对咱百姓嘛真疼，伊若是做皇帝，是咱百姓福气啊，所以一定爱做皇帝。啊，对，殿下做皇帝，哎，咱日子就好过啊呢。我嘛安尼想。啊，不过你是排第九，安怎讲皇帝嘛袂当轮到你做。哼，杨总，你知影做皇帝好处，你敢知影有做皇帝艰苦的所在？嗯，当然嘛是无同款。一旦登基做皇帝，爱人死就人死，爱何人死就何人死，还佫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你讲安尼有甚物唔好？真难安全，求我一尊不一动哦，安享清福在受空空，一片真心不
你啊，好啊，你咪是。喂，英啊，拜托一个。英英啦。先出来去看麦。是。喂，英英就是喂，英英啦。拜托的啦。喂，你是要怎样？大爷，拜托你搞点几只鸡啊，好吧？嗯。到今晚什么时阵啊？哪有人甲你买只？紧走，紧走，紧走啦！大爷。你话可能我已经腰骨了，刚拢无食饭啦吼！拜托，你台湾自备给我买一只鸟啦。嘿，啊你是真有够狠的！啊，跟你讲我这你搁听无啦？你若是讲唔到，是对你无客气哦。大爷、啊，你听我讲一下啦。免讲啦，免讲啦，叫你走就走，我就是来闹咯。你说你无咧？林总，林大爷用这个态度来在对付老大人。大爷、啊，请你可怜我。好。伊身躯有偌侪钱，拢摕互伊，偌侪拢互伊哦。嗯，皇帝啊，囝对皇帝啊，囝，钱拢无听。哎哎，大爷，无因不敢收拢，无当作我才教书，我卖你哈。无咯，这个哪会用的？哇，你一定要甲我收起来。啊，一面天高地辽阔，一拉。老伯，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在轮北斗的关中，何其干魂动这样？君临天下一只手，万国衣冠拜汉将。啊！哎、欸、哎，阿奶鬼要还呢？阿老伯奈无快，老伯，老伯！哈哈哈！一只新鹰会知影人字，但是也变戆，但是也会变痴。以后你老林这个中间，向天叫三声，伊就马上倒转来替你解围咯。老伯，咱哪个有机会同我见面无？当日大祭庙，高人卡上我。当日大祭庙，请问老伯？你会跟我说你是什么人？我要过来请问你，你会跟我证实说我大宋朝的国文未来是如何啊？河马南来水宋朝，老大歌舞春风，玉林过去酒食风，西曲东篱水底浓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嗯，叫三声就会回来，我才不爱相信。无吼，哼，天哪，你千万莫叫伊骗去啦！你唔相信？好，唔相信我叫你听看卖。新娘，新娘啊，你进来啊，你来表演一段游装看卖嘞，新娘。相信了、哎呦！东门叫个天塌光，叫东京归的相关。小姐，咱王爷甲崔先生是不是交情真深啊？啊，若无，谁那叫你将配啊交予伊嘞？崔先生是阿爹代表为官，伊两个感情是真好。一摆阿爹虽然可能返乡，也毋过，伊毋再叫我交迄个崔证书予伊。
小姐，你的人品出众，这摆佫加上崔先生，伊咧甲你推荐，我想王妃这摆一定是非你莫属咯。前几天我有做一个梦，一个白发苍苍的女王，伊对我直讲，以后我有武艺天下的希望。不过，迄个人是不是够他努力？才受这种代志，那呢，我就先恭喜王妃咯。哎，对不对？应该讲是未来的皇后娘娘。哎，哎呀，是安怎啦？啊，车链卡条袂行啦。啊，那你是变怎？强夫，你莫紧想办法啦！这凤高夜话拢无人，我嘛无法度。喂，救人哦！救人哦！啊，你叫啥啦？救人哦！免救免救，我来给你倒上。李香桂，哦，真平安啦！夏天，那你唔叫人啊？你有确定？你看，伊虽然洗出个体棍真干面，也唔过都唔是伊嘛。你为什么要向我暗算呢？电话边讲，我无时间来跟你啰嗦。呀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见到人高呼，是，下，来，啊，等，跪起来，老虎又是万年，谢谢，谢谢，没客气，没客气啊，不知两位应该按照情况，哦。我是昌平王氏财主，属下君主的儿子，电波神风官萧孝天。萧神风，失敬失敬啊！对对。我是大金榜大太子，宛然连汉的大千金，昌平王麾下的神风官宛然平儿。平姑娘原来是公主，懦夫不敌，多多得罪啊！对了，对了。今晚女真国的人吼，是黄杨府建国号大金国。阮老师讲过哦，今日咱年年进贡哦，啊若无食，就过你家己负责。如今阮老师已经派一路元帅连磨粉，一路元帅万干不存，损下五十万的大军，已经来到恁中原。五军聚地如，地如破竹，将军四十四十五十。开封城就是阮大金国的天下了。林太太，关系到要阻止宋氏发兵的代志，这一切就要靠你咯。大姐，你放心，恁金兵进京的消息，我完全给封锁。到如今，皇上还阁不知这件代志。我想讲，麻烦两位点在昌平乌面头前，提听讲几句好话啊。那这你做得放心嘛？昌平王有讲过，伊无想要你中原做皇帝，你希望叶兴传呢？那咧真好，真好。两位一无辛苦，就点我府中大，我好好招待你。Thank you.
你刚才派几个人暗中保护我，我准备要来去幽闭冥城。小姐，你是什么创作？我自动叫不动手。你要问我的名，谁让你不先讲你的名？我问你，为什么你要暗算我？什么人指使你来？小姐你啊，你问我什么创作？就是我未来的王妃啊。九殿堂，我请莫犯，家恕罪。下去，不得就无罪。你的九殿堂何时见你老秦的回复？要我先通报一声。老秦立足严格，请多多包涵，请多多包涵。何必客气嘞？多谢，多谢。哎呀，哎呀，爹啊！殿下，赔罪啊！哦，参见九殿下，不叫我唔知道是你，把你当作是贼啊，请大刀赐罪。何必客气呀？醉里千金梦。
咱立酒殿下，担架光荣，且中堂上座，让老臣尽地主之谊招待。请。哎，无咯，阿爹，咱伫咧讲无事不离三宝殿，相信殿下这回来吃，一定是专程要来欣赏姐姐的琴艺。殿下，我感觉你对无？嗯，对，我就是被崔小姐的琴声引入来。是安心殿下，你就留在那家好好啊欣赏。姐姐，你是老师傅吗？没有。哎呀，阿爹啊，到底哪有要紧啊？人姐姐伫个边听一代，因都是修过一次真好的琴艺，应该爱好好表现一下。阿婆，你先来去。那无去呀，那呢小做就很跳。你呢？小姐大事，想要来请问崔小姐。请殿下指示，魏夫王已经下旨，你何叫殿下我选位？更况你无要去参选吗？文书书娘，哈哈哈！免嘞，方便啊，咱拢是家己的人，免遮尔客气。对啦，咱再慢慢讲，多谢书娘。方便，
这次九殿下选妃，是不是你主选官呢？不是，市长房枪，我是副选官。哦，张房枪，是你啊？唉，文叔，你来突然间问起这个问题，敢讲我两个姊妹也要参选啊？这，我唔对，所以今仔才来专工请你过户，就是想要请教你将来的规矩，唔知应该安怎准备才好啊？这次参选是要经过两关，头一关是要考才艺仪表，是由正选官测验；要那是第二关，是要上殿正格，有奉上出面面试。诶？所以，刚讲我两位师妹，伊要出马参选，若是师妹，伊是才貌双全，我看王妃非伊莫属啊！我嘛是安尼想，啊，其实人九殿下伊早就……哎，不然讲话爱较甜蜜淡薄。我敢唔讲唔对是？哎，张方强本来就跟老夫不合了。我是咧恳请伊利用这个机会公布私仇啊！文叔，这一切有我这个副选官在场，我相信伊也唔敢做了上过分，请你放心。嗯。阿爹。嗯。阿爹。哎，洪明呀，你是刚起来诶？多谢道理。阿爹。啊。咱外面有一位新姑娘，要跟阿爹见面，还佫有一张批，请阿爹观看。来来。哦，原来就是兄兄的千金，剩下就是我的弟弟，金枪。是。嗯。文叔，既然你有人客来，文叔就先告退。哦。随便有随便了。啊，连累连累，弟弟，弯路而来，来靠老夫这个所在，当作是家己的厝同款，免客气啊。之后的代志由我来给你安排。哦，多谢伯父，几年也无看，已经是这么水的大姑娘。对了，你对遐尼远的所在来，今麦已经真忝。明玉，你紧就我再金去上房休困。是。哎，新姑娘，请。相公啊，陈兄伊哪会突然间将伊查某囝送来京城嘞？哦，来，这张片你看得在。相公啊，咱的查某囝嘛是要参加选妃呢，你敢真是要帮忙的事？是。Oh,
是足有才的，去这张是不是要给阮迄殿下姐夫看哈？哎呀，林玉，你莫安尼讲笑啦！其实我来当非常低调做皇后，你嘛应该替我欢喜才对啊！我本来是替你欢喜，而且哦，我搁比你搁较关心这门的婚事，人我拢四界去探听阮姐夫的做人。小姐，有想要知影伊的做人无？那你就真足听，阮姐夫伊是排伫咧第九的，而且深得民心，一寡百姓对伊非常的爱戴。如果伊若真是当做皇帝，这是百姓的福气。要唔过吼，伊顶面还阁有八位皇兄，安怎伊我讲，皇帝嘛无可能叫伊做。唉，姐姐，你想要做一个皇帝娘的梦，可能是无梦哦。嗯，我将来才无想讲要做皇帝娘。我只要当平平安安做王妃，啊，你我就心满意足啊。咁安尼，要唔讲哦，好景不长，你即马情就是愈来愈多，而且哦，人我伫咧孝想要做你这王妃的辅助。平玉啊，平时本来咧讲话，你就比我较好讲，你到底是要甲我暗示啥物？你直接讲出来，你安尼弯来弯去，迄话我要哪听有啊？人子嘛，有一个做花事业的大美人，而且跟咱阁是世交，今嘛阁踮伫咱厝，而且阿爹要阁来帮忙，要互伊选妃呢。有一款代志，是啥物人？你唔知呀？伊叫做现代金。佳佳，来来来，我抱你看，来。相传的千金小姐，虽然讲你甲电话
师傅已经舍命终身，也唔过人皇家的规矩，你嘛是共我来去选妃咩？你来看卖，人拄只哦，迄位新姑娘，遐尔啊亲近伊的寡母，你是人差人收济呢？啊，若无到时阵哦，迄是足闹亏的哦。对了啊，嗯，好啦好啦，小姐。那呢，我就卖不再讲落去。要唔过恁通袂记哩呢？过几工，人就要选妃啊！哦。万岁，万万岁！众卿平心。下跪。今天是九殿下选妃的大喜事，众卿吩咐嘛？现在初选的结果是如何呢？客座皇上，国家所选首富名声在此，请皇上过问。客禀皇上皇后，初选的录取者现在正在电话候旨，请皇上做最后的定夺。嗯，算。上秀丽进殿见驾，三秀禄进殿见驾。万万岁，万万岁！今天是九殿下选妃，什么人老福气得到九殿下的玉女？伊就是九王妃，遵旨，平心，宣九殿下进殿选妃。是何人呢？李龙雄，伊正是卖渡口的副将李龙水。卖渡口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平平已经渡过黄河，将卖渡口完全围住了。李龙水啊，卖渡口已经被我团团围住，我今天要投降，你若无，我杀个片甲不留。前不久的大兵已经到位，你紧想办法，你若无空闲的，想办法。若是拜托口若是失守，便能将血一打，已经是个就坚守拜托口。来呀，攻下！
如何呢？这是在从啥呢？店也无变啊！你甲叫遮侪太医要从啥？拢甲我出去，出去！是。皇上，妾以良体为重，你何必着爱动怒呢？像当时太祖帝黄袍加身，建立大宋数百年，祖先留落来志业，想袂到会在朕的手头毁于一旦。天无误，地乃乎，朕的武林，真是朕的武林。兄弟兄汉苏丁江迷莫天成丧父生为苦求转渐安定啊天君，朕要请你的意见是如何？也只好如此。兄弟，在你是敌军，不便进去，定另选他人，遂过于进去啊。我，另选就是我。新年愿意陪金皇帝一道前往，请父王下旨。
皇姑嘛愿意。好了好了，恁若无必要再争论，因为心里意愤，就命令八王爷、水九王爷前往金榜二号，回等准备，等候圣旨出发。定是。雷师在，宣张卿进宫。是，宣张丰昌进宫。是，张丰昌叩见我皇万岁，皇后千秋，张卿平身。谢皇上。听听，臨命令九殿下进金榜二号，臨想要问你的意见如何呢？这啊，客道皇上，照微臣看来，金榜贪得无厌，挂地汇款，恐惊的在所难免，咱要有心理上准备才对啊。挂地汇款，皇上，伊若真是有这么大野心，那呢是要安怎呢？丈卿，你是一国的丞相，赶紧替皇上想一个办法啦！回皇上命令，只要皇上能授权给微臣专权来处理一切困难，微臣替我都解决。那好，这件代志就交我去办啦。秦娘子，密行告退。秦娘子，你愧对台上的列祖列宗。皇后，皇兄，朕想要选一个良时吉日，选个替位。皇兄，你为什么要退位呢？这是朕的命令，保护大宋的江山，只好宣告退位，向天下的百姓谢罪。张皇兄依法判自由，向百姓谢罪，为着家己的私利，无顾百姓生死，百姓高高，苦不堪言。李将军，方将军，这百姓到底是犯什么罪？需要安尼哪行哪怕？哼，因这刁民唔肯缴税，阁想要逃走，你想，应该无应该怕心？大人啊，冤枉！官府规定，阮每一户爱交三米米银，啊，阮一户六七个，一个月爱交六七十米银，啊，我是靠爱生活的人，一只限五工尔，阮要来交出这钱咧？什么？限期五工？因每一个百姓都要交出十两银，王将军，安尼做敢是变成一个假错路啊？李将军，这是皇上的旨意，我只是奉命行事啊。那呢，圣旨敢会用提出来我看？凭你也想要看圣旨？你的人以为在摆渡口立下战功，你也想要耀武扬威？我看你也是豪华勇将。哎呀，众人阿杰，慢下。哼，我绝对不相信这是皇上的旨意。我已经将你这百姓拢总放走，叫我放，啊我若唔，你想要安怎？我就睇你。心里有水，放下。拜见九殿下，殿下，殿下伊，来请论。因所请论的我拢知影，都唔着这个授权是我父王所的张方昌。放下。来。我想你想放这个百姓，我会多当个变名是我的父王。那是有代志，我负责。是，来人，放人。好，多谢你啦，多谢你啦。我来负责，谢侬等伊，侬等伊。是是是。哈？用上电啦。
九运九殿下爱民如子，果然传闻不虚，我李露水也会当跟随伊的左右，敢毋是真好？请你落水，我咧跟随殿下前往金榜二号，请殿下成全。李将军，我你的伤痕也未好，你应该休困才对啊。殿下，这点仔伤无算什么，殿下若是不答应，我就在此终归不去。你这是何苦呢？起来。重情信物的名次，第二，凡你自由自信，分疆有亏欠之处，请你多多原谅。变迁，楚云最后是毁你一面，请是用咱的往事啊，当作云啊烟的。我不答应，谁看嘞？
免的。洪明，你有邢小姐的消息无？根据我的调查，听讲参选的人早就遣散回乡了。啊？这无可能的代志啊！这个若是赶紧要倒转去，伊一定来甲我夫妇说实话，无讲无娘无子，我来做转去的理由啊！啊，阿爹，敢会出代志啊？啊？对，一定出问题啊！我相信杨小姐，人还佫伫丈夫。再金甲落来就使，是，行。正，你们是那个老师的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正，你要当副将，只要你好好听我父的话，我保证你。一定会飞上枝条，最红，最红红，你吧。过没外久的时间，大宋的江山就是我的。到时阵，我要爱风动风，爱雨动雨，安安稳稳做我的王。啊，那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上少有一个是个军徽啊！啊！原来你想要造反，但是小女子我听无这种的福分。大人，那无老夫的大爷，唔准你离开府中一步。不是，你这人太心吗？你是真在我派。公主，东湖马小姐，温鸿明，伊一定是为着收了大钱。放下，来，派人将伊家看守起来，我来对付了小姐。是。哼，两个好好看守。是。是通敌的观察，原来一个金人是你用我合。走！你是？对了，哼，这就是张邦昌通敌的政绩，我立即镇定，免面红伤，将这个奸贼堵掉。哎，好明显啊！现在电话要过赢二号，可是你若较传真相，安尼电话敢毋是真危险？对啦，咱来阻止电话师傅，卖回上路，然后咱再去治干，甚至已经中了别人的圈套。你讲的是有道理，我唔过这次大爱有劳二位师妹出马。阮两个，你是要去做啥物？这次咱表面上是要去送人。但是暗中要将一切代志兵临纠正下，阻挡伊这次争气之谣，要那安尼，就会当将这个奸臣一网打尽啊！
金榜秋实的新大道，竟然也想要造反。那恁两位是什么人？是什么人来得到这张的传世呢？进入行在经，那另外一位呢？是你崔明耀。这梦想，崔明耀乃是崔兴祥的第二千金，崔明耀大那是世道。行在经崔明耀，恁两位是安怎来得到这张的欢喜？恁就将是谁来呀？皇上用兵，欢心欢畅，将欢喜长存秋露，再秋天，能今宵。老秦在，今日你调兵不赢，将张邦秋懊悔无罪，既乱党击杀不论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如今狂王在金营如何？这摆打草惊蛇，恐惊对狂王有性命之忧，请皇上三思三思啊！皇上，为今之计。只好按兵不动，等待张邦秋那回了，咱将伊的战斗一网打尽。爷爸，行赛金，明路在，功不可没，定一定会论功行赏。谢皇上。崔明耀，现在金明利清点秀露下刀。王兄，要不就由我来去看北殿下。唔免。来冷静一下，稍等就好。啊，陈堂，你会记得无？有一个老大人啊，会照顾你迄个人啊，对无？老爸，咱两个有机会同我见面无？帮我大寺庙，孤人卡相逢。帮我大寺庙。三个大地表果然卡相逢，原来三个大地就是伊。陈哈，恁是一个烦恼讲一摆二号的代志，唔知什么款，啊，咱归家问看嘛，是好啊歹啊？怎样啊？哦，随了欢呼
中意。快进来，快进来！给看看姐，看看姐。哎，我跟你讲啦，你这边外口吃多，较清新啦，吼。啊，我要入来内底啊。来来来来，小朋友，别看。快挂点心来，咱来吃点心。关起来讲，我袂枵，你家己吃。哎呦，免来用，你拢无钱哪好啦？你家己吃烦啦，快吃就家己吃。兵部的嘛，一时就为王调查。自从金兵进入白渡口以来，老百姓根本都无受到任何伤害，由此可见金兵的规矩真严。训练有素，那咧真好，无伤害到老百姓，我就放心了。兵丁啊，先有一个建议，处置如何？咱上好先派一个人去做铺路的工作，免得有损双方的利益啊。嗯，真好的建议，要不我就派你进去了。是，吴忠，跟随相爷。到兵方，哦，是，遵命。最后，我白讲，我白讲，自从出家了，大家都想这样子啊。我现在是无法度忍受，逃出去，你都逃出去。王兄，我看你不殿下情绪真无稳定，要无就由伯将来去甲伊考劝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又搁在使性地啊，逐天都是安尼啦，是讲话袂使怪伊啦，啊，逐天都食只面头啦，吼，啊，配白滚水啦，一点仔营养都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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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你的代志。真水哦。提出来的计划，你若感觉无妥当，会咧修改的。嗯，文叔，刘方相，这回来参加议会的人员，有啥物重要的人物？主要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八殿下将，另外一个是九殿下将。那讲这个状况。灾食兵变并无可怕，不过那这个酒店客户文武相关，当是贵。王爷，你若无想办法扶掉，从今日后会成为新北大患啦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当是贵人，文武相传。好，本王要看伊庐山真面目。王爷。另外，孔武身边有一个随身将军李玉翠，忠心耿耿，永不可动。而且，有个叫的名士王爷，王爷，你还对人家小心啊！哎，吴邦兄，阮王爷一生最敬重的，就是忠肝义胆的大事；上讨厌的，就是卖国求荣的小人，就是参与一款。王爷，老臣一向对你嘛是忠心耿耿，这摆那不是我做的赢，您老遐尼简单就到白渡口。哈哈哈！丁方昌，咱即摆是咧讲交易，本王要来对你不利的，以后本王要重用你的代志，还阁真多啊。是是是是，感谢王爷。
过去答应我，要将宋氏的江山来留我，应该就会记得哦。本王一向言出必行，绝对无可能忘记。我一定会亲手将大宋的江山交予你。感谢王爷。就是你想来凶死你的人呢？我唔对，是伊。哎呀，这民警有我同我保护你。请见，总兵，来啊！欢迎下去，迎迎您请见。请。王姐，你是在听我多少？今年两张。总兵哦，你嫌我红眼了？好，有胆识，有骨气，本王的行李是公道。但是此事应该也言归正地才是。好，你先讲。如今一向跟我哥是和睦相处。但是如今是过去，现在是大金国。军师，你听不听？是，让伊继续讲落去。王爷，赵国希望立即王爷退兵，免得宋军孙将百姓作用啊！没我退兵可以，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。请王爷说。第一，赔偿军费，金文各500万两，刁钻100万匹，500000匹。咱即马来到了国土，为着要达成议和，就暂时答应啊。请问王爷第二条件嘞？第二，太原河东归大金国所管。爹啊，你应该暂时挂碍啊。第三，您宋朝必须要年年向大金国进贡，为着安全起见，
这回代表参加议会的人，拢爱做人质，以免恁后悔。对啦，嚯！王爷，赵国有一个更加周详的计划，唔知王爷有想要看？嗯，本王想要看卖。李将军，本王的计划书上上，和王爷过目。是。消息，我王少伊真欣赏你的个性，伊讲你武艺好，我金榜真需要你这种的人才，希望你会当归顺我大金国，安怎？你要答应也是唔答应？嗯，我赵国是大宋的旧敌，我恩人来投降就你金榜呢，就讲我大宋的子民，是你老都唔惊死？你要抬就抬，你还再多言。你的个性我也真倔强安怎？但是你的个性若是愈倔强，我是愈欣赏你。你不愧是一位顶天立地男子汉。虽然你唔惊死，敢讲你就忍心，和你所有的属下为你白白牺牲性命先？殿下，你千万唔通答应。但丈夫也做害，生有何患，死有何苦？以前我的性命有什么要紧？伊若是爱杀，就可以杀嘛！你敢接伊？赵国，你爱想会清楚，因的生死完全是在你一念之间。敢讲，你也愿意白白放弃这个服从的机会性？我再问你，为什么在无看到伊丢棒枪？敢讲丢棒枪也不恁的所害吗？无害。你的想法未免也太天真了。这次男士丢棒枪暗中帮忙阮，我大金帮的人免到这么容易就得到摆渡口嘞。而且丢棒枪伫个今仔日就已经赶往汴京了。不可能，真是不可能！我知影，我知你这番无底挑拨了。这是情有在理。我还知影，伊最近设一个团团，想要邀请你在宋国的两位皇帝来阮大金榜一游啊。赵国，我看你免阁再考虑啊，你也是答应，要若无，别阁再讲。我答应投降信，无可能，要我一段时间阁再考虑。
竟然是叫我做人质，我会晓答应的。也不过我要爱一个要紧，必须要跟我斗阵来的军事，了复印的自由的行动。这我当然是会答应。来人呐！对，熊套来。是。赵哥，这件代志我会禀告给阮王爵知影，但是我要警告，我即马予你自由的行动，你是袂用个把我偷走转去，我会随时派人监视你的行动。我希望你好好安分守己，也若无，以后你唔通怪阮手下无情啊！兄，怎办？这可不可能吗？爹啊，有可能哦！你会记得无？咱来集合时，你派我甲张邦昌倒来迎接范阿爷。我讲，我亲手偷听到，迄、那个吉普逊哦，敢要将咱大宋的江山拢送给伊呢？是哩。大宋江山啊！兵来进行监视，最好你也是趁阴暗，一在点兵的时阵，你才头也快马离开金邦，赶回就边疆，向外父王说明，先夺着一切疆干啊！好，但是我也是做到阳城，是免走这里联络。爹妈，咱会使叫神鹰啊，伊来会当保护李将军，你来会当跟咱通信嘛？对。你跟随李将军到当个边疆，有啥物代志来跟我通知？怎样？奇怪，皇帝，我现在神鹰就要交代你了。是。这么弱水，咱是假的。哎，一定是有什么状况。我用鬼甲三叔，边个聪明我？希望皇上唔通辜负孔王用心良苦。是，对了，李清，一定帮上忙的。真讲啊，启禀皇上，张邦昌已经无患了。这条线路已经封死了，要张邦昌是不是也来去警方的？伊现在已经赶回边疆，先紧在进城，请皇上裁决。是。刘皇兄上天之高。那这真好，李清，你去虽然叫门口甲电话后去，真正。
大人啊，算丢方向进见，算丢方向进见，主持。丁方昌，你干得真好！大人啊，将丁方昌这个干将抓起来！方昌，万隆，一时万隆啊！微臣千辛万苦才准备丁方昌的来，到底微臣心烦何在？你，方昌，方昌，方昌，大叔不妙，今天已经过你那边家来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林金章，皇王对祖先的志愿同归于尽。不用，太上皇，天家失守，哪会用得前途啊？何况大宋朝的忠臣良将真多，历来同款是大有可无。求上皇，你千万不可灰心丧志啊！这，哪会皇上信你？禀武王，皇爷搁在整理朝政。林太上皇，事情不妙了，反兵已经攻入江了。是、啊。太上皇，反兵已经进城，咱俩是紧走。我。咱俩紧走。
用武器吧，要那无我就上去杀死。李六水啊，这叫做孤掌难鸣啦。那不是阮王爷讲要掠外口，凭你啊！杀身你就死无够了，你知？哎，李六，你大概把钱都花了，我跟着皇上放火，你那是无，我就把阿爷灭了。李六水，你想爱下面去军师做人质，就想要威胁我？你实真有，我大金国人才真多啊，是个小小的军师，无算什么啊。我王爷，王爷，我小的以后对你忠心耿耿，你那就讲这款话啦。没得讲的，假使你让将皇上放飞，我就该当鬼一阵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们是小爷无什么事。兄弟，免了拜，军师看办。